那最后我问你哦，神奇豆豆为什么会飞啊？神奇豆豆是傻小，你别管，为什么它会飞啊？谁知道那个神经豆豆为什么会飞啦？那到底是什么豆豆啦？青春豆哦。好啦，因为它很神奇，傻小啦。那毛毛虫为什么会飞？因为它会变蝴蝶？不，因为它吃了神奇豆豆。神奇豆豆到底是傻小啦？那为什么青蛙会飞呢？因为它吃了神奇豆豆啦。巴巴，因为它吃了毛毛虫。青蛙为什么要吃毛毛虫啦？那老鹰为什么会飞？你他妈跟我说这是老鹰？因为它吃了毛毛虫啦。哼，怎样啦？老鹰本来就会飞啊，北极。